感觉吃起来就像是化掉的那个叫什么麦当劳那个新冰乐。7442八婆飞起，嗨大家好，我是冰轩，我是雅雅。我们今天桌子有够乱的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走的随性 style。随性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要来秀一下，我们要来喝酒，我们要自己调酒，调那种没啊敢喝，小朋友爱喝的，就是那种没什么酒味，但它里面又有酒的味道。好，我对没有什么酒味很要求哦，一点点你都会觉得要调到我敢喝。所以我们今天来挑战的嘛，反正我们今天准备了5种饼干，然后我们来把这5种饼干做成一杯调酒，冰沙调酒。好，那个先告诉大家，就是未成年请勿饮酒哦，绝对不可以。然后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没错，开喝。开喝怎么样？开喝记得叫代驾。5个口味 ：Oreo、新贵派，然后这是莲花饼干、脆皮酥跟营养口粮。这些都我们都一次都没做过，现在来尝试看看。对，如果很成功的话，大家在家里就可以调酒来喝。那我们先做 Oreo 的，来 ，Oreo 我们配什么？配什么？经典绝配，泡一泡牛奶。姨妈来又要喝冰又要喝酒，跟你那不要做啊！不要，就是要做，女人就是这样啊！我跟你说，那个来的时候特别想吃冰啊，痛了在那边哇哇叫，然后你还是要吃，哎，你现在我快走了没有？我就继续吃冰，然后下个月来我又哇哇叫，痛的要死，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月要吃冰？啊，下个月到我还不是会吃冰？对不对？啊，你敏感性牙齿还是会继续吃那些东西啊？我快好了、啊。我那个不是敏感性牙齿，我是就是蛀牙、补牙之后的暂时性敏感。所以这是那个医生，医生很好，医生补很好。哦，是哦。那我们今天酒量其实会加蛮少的啊。我们理性饮酒就喝一点点就好，它很淡。好，来，我们用到材料有 Oreo、牛奶、鲜奶油、冰块、一点点伏特加，啊、还有果糖。果糖，果糖，果糖，哈。可是我刚动作不一样，所以你会有过在想要在那边玩剪接，谁要给你玩？是妈妈。确定要那么多？我不知道啊。啊，先这样。饮料呢？我们要加多少？120。120啦，120。120的奶。鲜奶要多少？60在这。我的。你是不是喝醉？那纸呢？抱歉哈，小心哦。OK， 来倒进去。耶，1、2、3。接下来我们的酒呢，加多少？20。20应该在这。两手不输的把这喝掉。不要。进去吧。然后我们先大概打一下。OK。把饼干打碎一点点。我们再继续加冰块进去打。起锅。起锅。呀。哦，有沙的感觉了。好好喝哦，完全没有酒味。对啊，第二个没有，是因为我们酒也加很少吗？它感觉吃起来就像是化掉的那个叫什么麦当劳那个新冰乐，冰旋风，冰旋风，哇，漂亮，是不是？应该还有那个薄荷叶，这甜度很刚好。对啊，我们怎么这么会调啊？厉害吧？好好喝哦，喝饮料这么多年不是喝假的。它就算酒再多一点，我觉得也会很好喝。Oreo 牛奶调酒，给它分数是。8分，我刚刚稍微打嗝了一下，感受到酒味。大家如果比较喜欢喝酒的话，可以再加多一点。我们是减酒的版本。对。好，下一个口味什么呢？拿到什么就……哎呦，怎么是它呢？要不然就上面了。那好啊。营养口粮，黑糖你就想到什么？我都想到黑糖糕哎。哦，喝的呢？喝的珍珠。你想说什么啦？牛奶。牛奶哦，可是它的味道应该比 Oreo 淡，对不对？哦，可能那我们试点。哦，好香哦，你闻，香喷喷哎，黑糖牛奶的味道。这是我们刚刚打的营养口粮调酒，一定要打成冰沙吗？老师，我们如果不想喝冰沙，可以不要这么冰吗？不知道呢。很淡的黑糖牛奶，然后有芝麻味，一样完全没有酒味，但有越喝越甜的感觉，这还蛮香的。我们今天真的就是喝开心的，这不会醉啊，我们这么一点点谁会醉？我不知道哦。那真的好喝，真的要趁它冰炸的时候喝。对啊，好简单的调酒，而且有加鲜奶油的话，有一个那种浓厚的感觉。营养口粮牛奶调酒，给它分数是7分。莲花饼干，莲花饼干。超级好吃！那你跟我们搭配的是优酪乳，那就3包好了。3包。
好，调完了，很棒哎，看起来超棒的，看起来超好喝的，优酪乳跟它好搭哦，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杏仁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如果不用优酪乳，它用牛奶应该也是一样好喝。嗯，它很不甜哎。对啊，但搭着饼干吃就很刚好，超级棒的哎，它是目前搭饼干吃我最喜欢的一个。莲花饼干优酪乳调酒，给它分数是8.5。下一个脆皮酥，脆皮酥搭配是什么呢？可可。六根，打起来跟 Oreo 很像哎。对啊，嗯，好密哦。会不会这个真的太浓啊？脆皮酥有一个塑胶味。我们打到包装，我刚刚单吃脆皮酥，我也觉得它的味道怪怪的嘞。脆皮酥可可调酒，给它分数是2分、4分。好，最后一个金龟派，然后牛奶120，来，哦。好，当当，完成，特别的白，它是一个有点像那种大理石的，哎呦，波纹花岗石，我觉得好喝哎，真好喝哎，就花生牛奶啊，配饼干吃呢，它把饼干味道刷掉了，单喝感觉很像是水加很多的饮料，头好痛，好冰啊。有一点点很淡的七七乳加味道，新贵派牛奶调酒加分数是5.5，3分。我们好像越做越还好，我把最好的都先做掉了。对啊，我拍到现在越来越想睡觉，我就在想到底是我本来就很想要睡觉，还是因为喝了酒所以想睡觉。再找个人跟我们一起喝，来叫他那个看，现在我们来问有谁想要。我现在讲话打字，讲话打字。你是不是真的有一点 feel 了？那么一点点谁会醉？那么一点点谁会醉？我们找来了一位跟我们一起试喝的人，没有酒味，不用担心。有啦，很淡的酒味。哦，有哦。因为我们在喝水，有喝得出来，但还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啊，这个是营养口粮，我记得还行啊。怎么了？还行啊，但它好怪，它是饼干的味道，但是它是液体，很怪。啊，它有酒味吗？这个很不清楚哎，那这是什么？棉花饼干，你可能要搭个饼干吃。它是我今天第一名，可以啊，可以，我觉得它已经可以。是一个饼干，有加分。那有加酒吗？他们全部酒的分量是一样的。是啊，大概都是20ml。他们都是面粉与糖的味道，是什么鬼？这个是脆皮酥，我觉得它就是就冬天会拍泡那个一包的那个粉的麦片的那种味道，我喜欢那个呢。哦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因为它被我咬了一口，看起来就是新贵派跳楼，然后倒在这边。好啦，把它捞起来好不好？它很淡呢。对啊。那我现在喝这个还会有酒味吗？没有酒味了，完全喝不出来。你刚刚第一杯觉得还有，现在已经习惯了。我现在真的很想睡觉。要睡起来还？没有啊。那我觉得今天做这些还蛮成功的，都是好喝的。前面三个都是好喝的。所以是想要它有酒，但是喝不出来是酒。对。那你成功了。谢谢。好，结尾。所以我们今天 MVP 是谁呢？不然你再做一个，不然我们再做一个，把全部混在一起。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听。他说可以冷静，可以冷静。他平常才不会这样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平常讲过话题嘛。所以，你怎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我们先选一下 MVP 啦。1、2、3。棉花饼干，我是 Oreo。我开始感受到想睡觉的感觉。怎么了？因为有个人。好像有个人在后面按你的头。先不要这么可怕，好吗？好啊，你再讲笑话之类的，好了。我没有笑，没有，我们就现在 focus 到这边。干嘛？看到了吗？笑话。他已经不行了。平常米雪就是选完 MVP 之后说，好，那我们今天飞。他今天就是讲一个笑话，我们就 focus 到这边。笑话。饼干冰沙调酒，我个人觉得是蛮成功的啦。好，那记得大家要记得就是。好，来，我看你做结尾。我就再提醒大家一次，再提醒大家一次。
2000 years later。再提醒大家一次，未成年不可以喝酒哈。那喜欢我们今天影片的，就欢迎喜欢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有什么想说、希望我做，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绝对不要忘记发我们 Instagram 跟 Facebook。想要支持我们的话，可以加我们的频道会员哦。那我们今天再见，拜拜。好怪哦，怪在干嘛？很尬哎。